由陈勋、谭宝林、车上与 Barlow、Danny An 主演的 Level Up 十日举办新戏发布会。而近来在综艺节目里相当活跃的陈勋，终于要回归拍戏本业。至于会不会不适应，这个回答实在是太正向啦。예능을너무고정적으로하게되면은배우로서좀되게막딜레마가생기는것같기도해요그모습들이이제시청자분들그리고팬분들한테인식이너무이미지가박혀서연기를작품을할때연기를제대로못봐주시지않을까이런고민이저뿐만아니라많은배우분들이그런고민을하는걸로알고있어요그런딜레마가있기는하지만은그래도연기자로서제대로제가부족하지않은모습을보이면은어떤작품은또작품으로서봐주시지않을까라는생각을가지고지금열심히임하고있습니다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综艺做久了，陈勋的综艺感也不是盖的。明明在聊收视公约，却突然爆料起包柔的入伍时间。우리그막내가딱얘기하는게좋을것같아요네어차피이제좀있으면군대가는친구라서여러분30일에가죠들어가죠아아직모르겠다가계신데요아직걱정된거아닌걸그렇게바로보내려고그러세요갑자기얼굴이어두워지잖아요예자우리기분좋은생각합시다레벨은오늘첫방이고요不哭不哭粉丝等你回来